然后怎么样呢？你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想？那我们再坐回去吧。那要坐回去啊？什么事？他为什么要找他？他不喜欢啊，阿姆喜欢。然后你喜欢？你喜欢他？不是我喜欢。要拍是吗？好，阿姆喜欢。我要等阿姆指定的设计师。在那里啊？哦，很好。看妈妈在看他表演特技。阿姆指定设计师。好。很好，下一段。